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我输，好，那我可以退出王者了。啊！我打不进去。哎呀，毒死你了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来、yeah ，可以啊！我跟你讲，磨刀十年终要今天。哇，直接开始。OK， 我们要访问一下的，我们每次访问访问一下嘉宾， okay. 就是你打王者几年了？一年多，这少，这短报呗？没有，我是讲整个加起来一年多没有睡，慢慢一年多，慢慢一年多。OK， 很多个熬夜，很多个无数的熬夜，准准在王者的时间加起来一年多。OK， 规则如下。好，我们开始我们第一场。OK， 第一场呢是坦克。哦呦，那个凯是坦克来没？凯坦克，他在坦克那个地方啊。哇，有点会输啊，感觉。连波 VS 项羽。连波的招是什么？我都不大记得了，我很久没玩了。撞来撞去哦，半年两年这样。久久用一次。王者荣耀。如果现在我来，我 这次也是输了，可以真的可以退出了。他刚才我刚开始一比一的时候，他是刚刚要 update 他的一比一吧 ？update 他的王者。我要 update 我王者，太久没有玩了。你想想，他是几个赛季没有玩了 ？OK， 他更新地图到现在啊，玩过一次吧？哇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我输好了，我可以退出王者。讲也是玩了一年的人哈，哇，欸，有嘞有嘞，我是我太努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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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You have been slain. 要买什么嘞？其实蛮好奇，也是很难买的。你是没有，我用红莲削你。一直烧我。红莲，你一靠近我，你对命一直烧，一直烧。因为我对面是攻击力的，你一定不会买防魔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然后我红莲是烧你，烧很多力。一比零 ，Yes。来，我们来听讲，赢了是有一个八八八皮肤。梦奇，我极限不会用啊！哇，战士是我极限无敌暴力超级少用的英雄哎！哇，你极限暴力真的，我根本没有用战士。神策怎么着？哎呦，在打那个我，你在那边呢、啊？哇，碰我，你打我，而且你回命也太够力了噻！嘿嘿，我招了吗？我闪！哈哈哈哈这样容易砍到我。我老哎，凯很强哎。我的卡可是杀掉你哦！你反甲，第一个出反甲，聪明哦！一零幺，一零幺，好，不可以给你的小装下去哦，真的。哇，痛哦！Easy， 我完全不会用战士。哇、wow, ，No，No。
OK OK， 不错不错。这个你会玩什么？我都不懂，我随便进。不进？你连进都没进到？我一个都没进到。嗯，哇，刷，哇！我故意站着给你中了，真的没？是啊，我给你中了，感觉给我感觉一下，手感是怎样 ？OK OK OK OK。你预判到了，你预判到了，要预判的还是预判？是要预判。可是他中一枪要很久呀，他的 CD。大多数人都会存两三粒啊。哦。然后你用平 A 来去平掉那些兵先，然后你觉得你有把握的，你还连刷三枪来把握。我死了。哇！你被他打到噻。硬硬打的，我知道打不过了，只是想硬硬劝。因为你不进出来，我也是永远打不到你。我根本不可能出去。对呀，就我就进去打看试看一下。You have been slain.可以，牛逼！我其实刚才紧张了，我是乱按招嘞。我不懂怎样按了，我就乱按大招，刚好你跳过来了，然后我射他，然后我蹲扭掉了。2-1，哦，来啊！你要顺利两场你就赢我，法师现在是失控症。我连他的招都不，我连这个人都没有看过啊！星星星星，可是什么？上几个赛季星星来？还是怎样的？出电了，我不会讲，我也是没用过呀，也是空啊。嗯，我也是玩第一次吧，第二次吧，第一次在排匹配玩一下吧，买的时候。是哦。哦。呀，要从后面来电玩了。哎呦，妈呦，妈呦，恐怖，快点！好的，哇！想要哪这只？通过我！来，如玉，来。哎呀，毒死你了！错那个招，你根本都没有用过，你讲。我放刀法那个招，我放回来自己的塔，哎，谁？那个什么招来的到底？他是推你出去的吗？我那招我应该推你回去塔，那招我丢回给自己。哦。哇，你出这个啊，够怪皮哦。OK 吗？我，我老喂，好么对吗？是啊。你是对，可是很怪皮。恐怖啊！这补血恐怖啊！恐怖！战斗！哎，我们1-1啊！是，差点我不要死。You have been slain.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. 哎，看来今天应该是很快结束了，没场吧？射手，哇！极限，我极限没有玩射手耶。哇，狼狗。你这个李元芳是太多花了，九十九八真名了。哇，这个哇，沟通，要跑就跑，跑的尾随死了。沟通，那就给我三就好了哦。手钱没有用的，我看到你，没有。
看到我你们。Curious is back。哇！走开，靠近哦。An enemy. 你走太靠近了。当他一走过来一个， no. 我就跟他讲 ，It's too near. Oh, it's too near, bro. 完全不行，因为我是极限点玩射手。现在是多少？追场 ，OK， 你我赢，我们就打第七场的决赛圈，就是什么？ Oh, oh, oh. 你赢就是赢哦。OK， 可以。因为你猜抢过吗 ？OK。哦，可是紧张哦，紧张。哎，我带错 item 了吗？哇，苦命哦你。你要帮我补啊！嗯，没了，累了。欢迎来到黄泉庙。哇，累死我了！从后面你，啊，我很痛也打。从后面你，哇！从后面你，哈哈，从后面。物理伤害是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法力也发。法术伤害啊。哦！哇，差点！哎呦，紧张哦！要来是吗？哇！啊！觉得好，我们自信是在这里的。No！ 原来自信，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王者。No！碰一刀，没有，其实我要清屏爆，看手看手，哇，痛哦！你那个躺地上一下哦，是算什么的法术？纯法术啊！我的呀，嘿嘿，拜拜！啊啊啊！哈哈，你这不要杀我！啊！是不是我？我过去也是会死哎、欸。好像也是。可以。星星兵打的，掉了。我那个护盾吧，不是哦。你育儿的这个，你后期应该是难的，难了，因为你有那个盾。嗯。可是你这个 item 还是能打赢的，我可以站撸你这个 item。我要买什么 item？ 你要买消耗我吗？消耗什么的？是啊。什么是消耗你的 item？ 比如说改了红莲，这是一个不错的。有兵不可以，有兵要死。啊，来打。够够无聊。哇，你会死哦！这个其实是你可以不用输了，但是只是要很久很久。Good game, good game, 耶！阿错赢了。我不要皮肤，我要你的屁股。888皮肤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庄周了，庄周，我没有皮肤。用庄周赢我，就我用庄周赢你，我叫庄周皮肤。然后你可以看最贵的庄周。庄周是辅助啊。庄周好像都没有什么贵的皮肤，还是你送我庄周皮肤，我会加请我吃一餐。OK OK， 靓靓啊。OK， 靓 cake， 安排走起一波。确认正胜。喂喂，可以来看一下，确定。喂，耶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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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庄周有皮肤了 ，yes yes yes， 可以搞他们回来。你猜看谁赢？阿错，对啦！好，谢谢阿错自己的支持和上我的影片，然后希望下一次还可以约他上来打我们的任何王者的影片，然后
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然后去 subscribe 阿错频道。还有 DW 呀，来蹭热度，最后来蹭了热度。好，OK， 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